好，欢迎嚟到第二节嘅呢一集嘅拎轮捞 T 啦。咁啊，大家而家闲时冇乜嘢做，有冇约啊方展博啊、陈涛涛啊、阿麦理浩啊同埋高手一起去打男子双打嘅羽毛球比赛呢？哇，呢一样嘢好严重哦，即系一种文凭嚟嘅，系咩啊？一张床嗰个 badminton 啊，系badminton 啊 ，badminton 即系考到试嘅。咁啊，我哋系冇嘅，点解呢？因为就陈涛涛就翻咗香港，麦理浩就去咗美国嘅黄石公园，高手就去学车，我就招呼外父大人，咁所以咧我哋就即系草唔齐脚，咁开唔到台咁解，咁啊所以连啊唔好讲 badminton 啦，咁 badminton 啦，啊连开台都开唔到咁样，咁啊所以咧就吓、有遗憾嘅，呢个暑假我哋唔够玩得多。咁啊，話説香港就聽講有份咩有聲明書要下載喎、哦，關於啲中學生。係啊，要守禮啊，係守禮，要守禮。好啦，咁、我知道咗呢件事之後咧，其實咧係無語噶，完全係唔知講乜鳩嘢好嘅嗰、那個狀態。咁啊，即係想當年啦，即係我哋呢啲咁樣叫未。叫咩未婚懷孕啊、婚前性行為啊，甚至衰十一啊嗰啲咁樣，唔係衰十衰十。不，我其實想問一個問題先，即係切實啲啊！你哋識嘅朋友，我了解嘅，我識得一個人係咁多啫，就係有婚前性行為搞大咗女朋友個肚，就一早就要屌你到俾奉子成婚嘅，讀緊書都要結婚嗰只，得一個咁大上把嘅啫。李家超。唔係，我唔係同佢係朋友，唔熟嘅大家。你哋，誤會咗 ，sorry。你哋咧，你哋有冇知老友啊、兄弟啊，真係即係搞大咗條女個肚，變緊咗阿嫂，然後跟住生緊啲仔，好早就結婚。我覺得呢個每一間學校都會有一個咁樣嘅即係事件發生。但係唔會話即係成行成市，成間學校半班都屌你老味抱住個仔餵奶咁上堂嘅、啊、大佬。唔會，咁呢個好符合呢個人口比例嘅。正常嚟講，一間學校一千個人裏邊，咁有兩個人搞埋，即係5%機會咯，大概係咁啦。即係佔成個人口比例嘅大概0.2% 啫，係咪啊？即係係啦，冇錯，0.02% 啊，咁樣樣啫嚇，就唔係好誇張嘅呢件事。咁點解咧？因為始終人咧都仲有一個叫咩啊？家庭嘅倫理嘅教育噶嘛。某個程度上，佢唔係就完全衝動係做就做嗰樣嘢噶嘛？佢因為即係都會有啲去同個倫理有啲催眠啊，或者你覺得你爸爸媽媽係點，你男女關係係點，你可以接受到你有冇細路仔啊嗰啲嘢，全部係有個街拉喺度噶嘛？唔係就係話我同你講嗱，你聽日同佢分手，咁又會分手噶嘛？啱啱先？我都有個女啦，咁我唔知。中二嗰年嘅時候，佢個男朋友啊，即係個細女個男朋友啊，走嚟同我講啊，帶呢個男朋友同我講啊 ，Uncle 點解你咁好嘅？知道你拍拖都唔反對嘅，咁問我喎，咁我就答佢一句，喂，我而家即刻同你講，你唔准拍拖，你聽日唔見佢啊？我問佢，佢自己都笑啦，係咪先？即係。做父母其實係有個心理準備，就係你嘅細路仔可能會早熟啲，因為你睇到啊好多，即係有好多媒體會令到佢渲染咗男女嘅感情啊、愛情啊嗰啲嘢。其實佢哋係需要去探索嘅，而你係有個預算，佢係有機會去探索。喂，你試下諗下，你生個女出嚟，冇人同你探索你個女，你幾撚大鑊？即係醜撚到一個點啊！都有啲驚嘅，我都有啲開始驚，即係有啲擔心。係啦。阿花木啊，去到今日都仲冇话瞒住你，我约咗人唔讲俾你听，约边个你都有啲担心啦，系咪啊？绝对有啲咁嘅担心，而佢咁嘅 schedule 基本上容纳唔到男人，我都开始有啲担心。咪就系咯，所以呢一样嘢反而系一个好正常、好 open 嘅一个即系关系、朋友关系啊、男女朋友拍拖关系。但系你政府你系多手伸只手落去，嗱你哋搞还搞唔捻准搞到点咁？咁你就摆到明到嗰把尺就系点啊？就系我哋唔可以咁，其他啲全部都得咁样样，俾到人哋提目佢系嘛？黐捻线！阿高手，你有冇喺即系年轻嘅时候，你系读圣律师啊？屌你咩？照计你应该冇乜女店噶啦，和尚学校咁应该好少上堂嗰阵时候性冲动啊！你呢个问题。答你呢个问题，咁唔通你见到 Miss 或者见到神父有性冲动？嗱，我代高手答你呢个问题，我代高手答。曾经有条女问阿高手：你沟我啊？你想沟我啊？
阿哥就話唔會咯，你條裙唔夠短。係係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即係依一個嘅偽命題嚟嘅。即係你喺香港裏邊咧，即係以我咁，即係第一，我哋嗰陣時都好精一邊啦。咁同埋另外第二個問題，即係唔會咁戇居，即係咁細個崩條僆仔出嚟咁戇鳩嘅事啫。即係躲得低個同學咁戇鳩啫。同埋喺而家依個情況之下，你話要啲僆仔啊，如果真係有性衝動嘅時候啊，係咪一定要溝女咧？醒目啲嘅僆仔啊，炒多兩對波鞋，係啊。你可以去屌你老味，你去廟街問下偉哥邊條有嗰啲啲學生妹，佢可以宣泄佢嗰啲嘅性衝動啊嘛。第一依一樣嘅嘢，第二有好多援交噶嘛，洗撚溝條女出嚟，屌你老母擔心啊！再加上而家啲僆仔啊，我梗係食我老豆、著我老豆、住我老豆噶啦。你叫我咁撚辛苦，屌你崩撚大條女，然後即係走出嚟要搬出嚟食立頭家，你都殺案嘅，咪撚搞啦！你其實基本上我唔覺得係香港突然之間有一個好多嘅依一個嘅。个问题出咗嚟啊，系要你哋班捻咗佢担心嘅未婚妈妈母亲的抉择。喂，呢啲系一直以嚟香港开埠以嚟，我哋已经有好多人喺度灌输嘅啲资料俾大家，千祈唔好未婚怀孕啊，会出事嘅，系嘛？自己会好辛苦，条路好难挨嘅。我觉得以香港啲小朋友咁捻精得边，同埋而家咁捻多宅男，即系走去打机啊，屌好鬼过去沟女啦，又要俾你伤尽我嘅心。仲有啊，沟女无需都系为乎要屌閪啫，大捻把方法屌閪啦。依、这、一個嘅嫖客年青化，依、这個趨勢你問偉哥就知噶啦，係嘛？即係我覺得點解突然之間喺阿隔離梳打一浮，阿崔啊一何一成冇撚得撈啦！大家一見，咦？而澳門嘅特首都係淨係話一任喎、啊，李家超嘅任期就得翻年幾兩年啦，係咪即係借啲嘢出嚟去煽鳩啊李家超？等下李家超難堪嘅就我覺得成件事，即係攞依一個未婚生仔嘅依一個議題笑鳩佢嘅啫。我觉得那个信息量很大啦，这件事是不是？就是为什么是要在这个时候就一个会未婚产子的特首而叫后生仔现在不要未婚产子呢？没人做。所以阿老你说你认识一个朋友这样，其实是全无紧用的李家超，这样我以为是的。这样其实是很少的，就是未婚产子不出奇，不是我，是不是在阶段里面都未完成到这个中六的程度就已经未婚产子呢？其实个比例真的少，但我就想说每一间学校都总有一两只 case， 那你当一间学校一千人这样，它都不 不是每个学期都有，每年度都有，不是。你估美国黑林区那些屌你黑人社区那些屌你的黑妹全部抱着着 BB 回来上学吗？不是这样的，香港。我们又讲一件事了，就是跟个社会那个，即不是个社会，跟个香港政府的取向又很不同，因为早前才鼓励大家多一点，去生育，结婚，去生仔。哎，咁样 ，OK。咁但系个情况而家就叫大家唔好乱搞喎、哦。咁到底你系想搞定唔搞咧？就好似斧头帮最后嗰下咁咧。我好乱，我搞到好乱啊！咁啊，揼柒佢咯。嗰下系咪啊？即刻谂个画面啦。到底系搞定系唔搞咧？而家即系你唔知个政府想点噶，真系。所以咧，个政府里边已经系乜鸠嘢都话要管，但系其实佢冇一套系统去行噶啦。大家就點啊？要見報啦，要話俾大家聽我有做嘢啦，咁樣樣啊。咁啊，事件就引申到點咧？就叫大家如果太過咩啊？太過衝動嘅時候，就喺嗰個咩承諾書上邊寫低啊。承諾書上邊寫低啊嘛，但係到我做嘅時候，條褲啊唔會揸筆噶嘛，你咪就除咗條褲頭帶佢咪得咯。我支筆就俾人揸噶啦嘛，到嗰個時候唔好玩啦。好啦，多啦就係、是。我同佢畫翻幾筆咁樣啦，到時即係所以成件事咧就好，即係你睇到個香港政府去到個紙上談兵啊，或者嗰種叫冷氣軍師啊狀態咧，去到好白熱化啦成件事。咁好啦，睇翻個輿論，我哋睇到客觀情況咧，就係、是、其實件事好撚小學雞嘅啫，即係有一日你阿 Sir上堂的时候讲错一句说话，然之后你哋全班去小鸠话阿 Sir， 其实嗰堂完咗就算噶啦。哎呀，佢话去打羽毛球啊，屌你都唔知羽毛球咩事件，即系咁样解。但系而家系放到好大，每一个人都咁样讲啊。点解咧？其实就系因为香港嗰个舆论接翻上一节，已经系冇办法可以好正面抽击政府，咁就唯有将一啲咧叫做咩啊软性啲啊。大家講完會開心啲啊，但係屌柒佢又有效果嗰啲嘢咧，又唔會拉鳩我嗰啲咧，就放大嚟講，係悲哀啊！我覺得件事，
我又睇唔到，即係一開始嘅時候點解化到咁大，好撚好笑咩咁樣？即係其實唔係好撚好笑嘅啫。如果唔係，如果你打羽毛球暈倒係幾好笑嘅。系啦，冇错。但系一个香港人唔捻知打羽毛球咩意思咧，其实都好唔捻地道啦。系啊，冇捻错，我哋喺海外都知道啦。咁你香港都唔捻知道就好捻大镬啊！你真系，咪就系咯。所以呢件事系故意地发大，就系对香港政府嘅不满。第一，佢嗰样嘢唔合理啊，唔合理唔系叫一个小朋友唔好乱搞，系唔合理。好捻自理啊，高手同你讲，打唔打羽毛球？是就是这个图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大家是尽量宣泄，就是屌踢个政府。啊，那你对于小朋友，你如果即是身为父母的，你很明白到其实他去到可能中学阶段，他已经想探索一下一个叫爱情的关系啊，跟男仔怎样相处啊那些，其实我是觉得 OK 的。你最惨的东西就是你想探索而没得探索的嘛。现在还要走去整个老师的手啊，校长的手啊，政府的手叫你，那你探索还探索，不要探索到那么深这样，就是这样解。我其中有一个 point 在 Morning Glory有咩过咧？就系话你呢种嘅意识形态嘅嘢，其实你就跟大陆嘅。咁但系你睇下大陆其实系咪真系好可以 control 得到嗰啲婚前性行为嘅问题咧？其实你睇下佢嗰啲人工流产啊、堕胎啊，佢嗰啲嘅卖到成行成市啊，同埋叫喺学校园里边分期人工流产咧，咁你就知道中国里边个性教育系几捻崩溃同埋失败噶啦。即系你呢种咁意识形态嘢，不如你干脆啲教佢安全嘅性行为。即係仲嚟得係依一個嘅 practical 啦，即係同埋解釋俾佢聽，做未婚爸爸或者未婚媽媽係一件好痛苦嘅事啊，或者改得清楚個刑罰都要諗翻清楚，又或者即係永遠當佢哋想吊閪嘅時候，就將阿李珊珊啊唔係李麗珊啊，誒李麗珊話養個細路仔要400万噶，嗰陣時係十鳩幾年前嘅未通脹嘅價錢啊，而家可能要600万啊，你諗清楚，咁即係你係嚇鳩嚇撚到佢鳩縮啊嘛，係咪先？咁其實而家啲僆仔都好醒㗎啦，我覺得佢哋。佢唔係我哋個 generation 裏邊咧，會點算啊？佢直頭知道會發生咩事，啊，所以佢哋會做啲或者唔做啲乜嘢嘢，佢哋係知嘅。仲有一樣嘢咧，就係而家你喺個歐洲地方，歐洲啊，即係文明國家裏邊，其實佢哋喺佢未識射精之前，已經教佢用避孕套噶啦。嗰啲人，咁，啊，你不用啊，你戇鳩啫，自己啱唔啱先？但係你個性教育，你要明白到而家嗰個即係。那個媒體嗰種渲染啊，那個資訊嘅速度啊，嗰種即係日本片嘅 download 嘅快啊，你就要配合啊嘛個教育。但係個問題就係話嗰啲教育人士咧，就自己就係嗰啲點啊？你記唔記得好多年前啊，黃浩信啊？如果我突然間想搞嘢咧，我會祈禱嗰啲咧，即係講咁嘅嘢咧，即係。你唔好讲呢啲戆鸠嘢啦！屌你老味嗰条咁嘅柒头，同嗰、那个个上天醒过陈志尧俾你，你都要搞到人哋去封空都冇人掂佢。你嗰条嘅核冚家产，你真系嘥嘢啊！真系俾人话真系，咪系咯？即系成个事件里边咧，佢又系千分之一嘅。即系你攞两个最极端嘅嚟同中间嗰班人讲，我跟边个好咧？屌，成日都摆我个婆喺屋企，个都问佢你几时分手啊？几时分手？等你屌你老尾放翻架车出嚟俾阿高手接架二手车咁样样。同埋而家僆仔咧，你俾部机佢打咧，条女咧含捻晒上身，舐捻晒耳仔都冇用噶，都系打紧机啊！你以为佢哋？有性欲咩？冇噶啦，已經。anyway 啦，啊高手啊，咁啊，我咪抌咗條新聞俾你嘅，話依個 Price Waterhouse 咧喺大陸裏邊咧涉嫌咧就即係同恒大地產爆煲嗰劑嘢咧有一啲嘅過失，然後就俾人哋即係罰停賽6个月。其實點解可以去咁樣嘅呢個情況咧？即係 even 都當然喺大陸裏邊乜撚嘢都會發生啦，但係佢做錯啲乜撚嘢而係俾嚇中國政府係要罰鳩佢停賽6个月啊？如果你俾我講得直接啲，我覺得佢只係一個代罪羔羊，我可以話俾你聽。嗱，又講下以前啲經歷啦，喺又唔怕開名啦，喺中銀年代。嗯，我嗰時做反洗錢嘅時候咧，咁我哋要做一個即係國家嘅 list 啊，即係邊啲指數係高，邊啲指數係低。好啦，跟住排到咧中國同香港，咁我就會排喂香港個數字，梗係咁我跟住要有啲 reference 啦。香港個數字就應該係高過大陸啦，應該係咁樣話。OK， 跟住咧，係咩度啊？問多句，嗰個指數係判別咩㗎？
譬如話當有條有條我哋其實我哋做咩咧？我哋 transaction monitoring， 當有條交易入嚟銀行，即可能有一筆有一筆資金入嚟銀行嘅時候，銀行要做一個判別，就是第一，我要 check 一 check 你呢筆資金嘅來源地喺邊度，個交易對手係唔係高風險嘅交易對手，然後睇下收款人。究竟佢嗰個收款人嗰、那個個 occupation 係咪一個高風險嘅行業，或者佢本身係個高風險嘅客户啊？咁樣攞啲 parameter 嚟稱咧，就決定呢一筆嘢要浪幾耐，要經過幾多嘅篩選先俾佢過。嗱，當其時就做一個咁嘅指數比較，我老闆就睇唔過眼，佢話：喂，大陸同香港梗係要一樣啦。佢話：因為香港是大陸的主權國，所以大陸的洗錢指數應該跟香港是對等要一樣咁樣。跟我即刻答，我即刻屌咗一句：你夠膽講大陸冇貪污？香港衰極都有個廉政公署，大陸有冇廉政公署啊？屌你老母！跟住我講完呢句説話就反面啦。即係屌佢老母嘛！你之前嗰啲佢唔反面，但係你屌佢老母啊嘛。跟住佢逼我要我去 endorse， 我到最後我都唔肯簽。因為我會覺得你呢個講法係一啲都唔正確，咁佢就又到揾咗另一個同事去代工去 upload 咗呢個 parameter 啦，咁樣。咁我嗱，你從呢個角度你就要知道就係第一，有一啲好客觀嘅事實，你擺唔擺得喺個 report 裏邊？咁其實老闆係俾咗好多干預，就話俾你聽呢啲寫得，呢啲唔寫得，咁。我話俾你聽，恒大爆煲其實已經係一個你要積累咗幾多嘅壞帳，幾多嘅人手嘅誤差先去累積到呢一個爆煲嘅階段，一個咁大嘅機構，然後作為一個 Big Four 嘅核數師，佢點會睇唔到呢啲咁嘅嘢？然之後佢會唔會係俾人逼同佢講？喂，其實有啲你唔可以咁樣寫，你要調翻轉咁樣寫先至得。好啦，到最後真係好啦，其實等於其實我哋叫咩臭屎密冚啦。我嗱插一句水先，我覺得佢冇逼過佢嘅。你知唔知恒大最勁係咩啊？歌舞團幾頭歌舞團，任何時間有問題嘅時候就去歌舞團，睇到咁上下走過三巡就攞出嚟簽，所以佢冇俾人逼嘅，佢應該係自愿嘅。換轉你去到恒大歌舞團，你都係自己簽，你掹埋支嘢出嚟簽，啲火筆。好啦，咁呢個插嘴完畢啦。我亦都相信某個程度上佢逼佢睇恒大歌舞團嘅。佢被逼就睇恒大歌舞團啫，冇逼佢簽。就算咧，我記得當年咧，譬如話喺中銀 level 都有啲誤差嘅，譬如話。有啲我哋叫 cash incentive， 即係話比較現金流多啲嘅行業，我哋叫 mon 多啲。譬如邊一類咧，超級市場啦，可能會被收多啲現金啦，機鋪會收多啲現金啦，譬如話可能洗衣鋪可能都收多啲現金。其實呢啲 cash incentive 嘅行業咧，係要望多啲，即係要特別抽翻曬出嚟去望嘅。咁當然亦都係做得唔好嘅時候咧，有我哋會經過 internal audit 嘅，先至 external audit 啫嘛。嗯，當然我哋都會去干預，我唔好話我哋啦，即係啲高層係會干預啲 internal audit。喂，你寫呢句嘢，你小心啲喎，你唔好話到自己有啲嘢做得唔好，只不過就呢個 parameter 下一水就會再 tune 啦。你唔好話你做得唔好，甚至話我哋寫一啲系統嘅 requirement。不如話，我唔可以話優化我自己個系統。如果你話得優化，即係話你以前做得唔好啦，你即係話修改系統要求。嗯，佢哋永遠寫大陸嘅 report 咧，就係用呢啲咁嘅字眼。嗱，然後你去到即係 Big Four， 喂，同樣道理。因為我哋呢啲咁去到咁貼地嘅機構，都要用到呢啲字眼。佢話去到呢，佢要寫出街嘅報告，可能佢個份報告要俾投資者，要俾 MA 要MA 一定要睇到啦。然之後有啲 external 嘅 auditor， 即係我哋要可能呢個 auditor 反而再俾另一個 auditor endorse， 另一個 auditor 亦都會睇到啦。咁呢啲咁嘅報告亦都會可能擺翻落去，可能啲譬如話中銀啲年度報告啊，要擺翻曬落去噶嘛。咁呢啲有啲人唔見得人嘅，你唔該你就寫到見得人為止，就係咁樣嘢，就係咁簡單。有就話即
即係我覺得淨係講寫 report 呢一樣嘢已經係一個好大好大嘅即係精髓啊！我永遠都學唔到，因為我哋學嗰樣嘢就係你寫個 report 就係你憑個數據分析到啲乜嘢就寫翻嗰樣嘢出嚟。冇花冇假冇修飾，係咁就係咁，係蘋果就蘋果，係橙就橙。你唔會寫到佢係似橙嘅蘋果。你係樣衰啊嘛，你身材唔好啊嘛，直接咁講啊嘛，係咪啊？我哋就會同佢講啊，其實你咧，如果咁樣會唔會再靚啲啊？咁樣咁講嘢。我哋會讚，我會讚美佢，你好有內涵，你有天使嘅面孔，但係你係冇，但係有魔鬼嘅身材。高度雖然唔夠，但係咧，即係氣質都達到嘅咁樣，即係。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咁大間嘅 Big Four， 當然佢都係，我都有一個賴，即係去賴佢做得唔好嘅狀況，就係話：喂，你明知我爆，點解你喺早期俾唔到一啲 solution 俾我，令到我爆得冇咁肉酸？其實簡單啲講咧，即係我哋聽你咁樣講嘅呢一種嘅推演咧，就係水記係某程度上係同恒大。是不多不少又夾埋，令到自己盤數就靚仔啲，或者減少個等等係啦，減少嗰個嘅傷害係嘛？你自己諗下，我第一年去恒大歌舞團得十條女，第二年有十五條女，你寫我公司寫得咁衰，我點解第三年可以有二十條女啊？你整個過程裏面是一個大家私相授受的過程嚟噶嘛？即係你恒大有個目標。解釋俾佢聽，我而家喺個市場上邊做緊啲乜嘢，要 raise 幾多錢，然之後點樣方法？佢調翻轉頭問你 ，Advisor 點樣方法可以 raise 到呢嚿錢，過到銀行要求，過到啲即係股東要求，過到呢、這個根本上就係識玩恒大裏邊自己本身嘅操作，然之後就係識玩咁揾個會計師嚟簽啦。咁你要睇下四大裏邊邊撚個最撚容易即係行歪噶啦，咁樣揾噶嘛。即係你。想到單大雕要有條友去做 keep 下嘅，喂，屌你老咩？以前我哋上去四仔冇格仔，嗰個即係磁性嘅阿叔係咪啊？嗰、那個擺到明就係 keep 下嚟噶啦，啲碟係咪佢印出嚟啊？收到啲錢係咪佢噶？梗係唔撚係啦，係咪先？所以你見到 Big Four 裏邊，可能就係普華永道就係、是、肯接呢只咁嘅鑊出嚟，咁一年冇事，屌！好簡單啫嘛，你偷撚咗一次嘢，然之後你都會按底噶啦，我揸撚住你個春袋偷多次啦，偷第三次啦，偷偷下你慣撚咗冇嘢，去撚到第十年都係咁偷噶啦，直到我爆咪一齊死咯。但係好可悲嘅喎，因為你Big Four國際大公司，即係有江湖咁好嘅呢個地位，你入到去中國之後自甘墮落，你將你個 professional 咁撚樣去屌你老母輸撚咗。你要睇個合夥人佢係咩背景嘛？因為佢唔係淨係全資啊嘛，可能佢中國背景嘅人都多咧。其實你估計唔到㗎，我就算同你講啦，就算我喺匯豐，我喺我自己個樓層我都見到，即係嗱，你話我喺香港匯豐啊，我喺董行花嘅時候咧都有。四分一有三分一是鬼佬嚟嘅，但系咧你都控制唔到，原來有好多即系啲即系同埋講緊國語嘅大陸妹妹會擁住呢啲咁嘅擁住啲咪老細係唔撚使，即係又另一個歌舞團，係啦，又唔撚使做，朝頭早翻工翻十點幾十一點，翻到嚟坐一陣間化個妝，哦晏晝食飯啦，食飯翻嚟兩點幾鬼齊做尖啦咁樣樣，我唔同意嗰陣噶啦。你個 pose 如果冇呢、這個冇呢條女跟你唔鋸啫，呢件事一定係有偏差嘅，我覺得。係，有關係。係啦，換轉俾個北妹你，然之後佢啊讀書叻，佢淨係化妝啫，嚟到你嗰度啊，跟你啲乜鳩都跟唔到，我覺得你應該唔會用把口屌佢嘅。呢啲咪好老細咯？冇錯，係咪？即係阿大妹係咪要出去行啊？不如叫阿嫂帶佢出去行一陣間先啦，高手。不是我們的節目很難這樣即加重那個的即深入探討、你要明白到這裡有錢死得人有錢死得鬼推磨整個遊戲是這樣所以你即是鱷魚你問為什麼他會這麼墮落其實 很簡單有錢大到一個水平的時候你十世都找不到你只是做一個不是很難重罪的事你一定會做是但是罰半年停賽我就覺得很少了真的很少事了如果真的是這樣的一個原因之下就
咁佢連個司法系統都講埋啊嘛！我講咗俾你聽，我個 friend 喺深圳嗰度，佢老細又唔知做嗰啲，又係 waste 錢走去做嗰啲投資，然之後個老細墮撚咗10億走，然之後啊毫子都冇曬。咁佢負責去做即係出去門面嗰個經理咧，就要負責坐監咯。咁、那個經理就我 friend 啦。咁佢而家佢喺深圳嗰度服刑，話住坐兩三年咁樣樣。咁嗰兩三年，你基本上打微信打到俾佢會應機嘅 ，OK。然之後。然之後你問佢喂你最近點啊？即係佢坐完一輪之後又再翻去坐第二輪嘅要，即係兩個罪啊嘛，兩個罪啊嘛。佢話冇啊，咪朝頭早咪去個獄長室嗰度，大家吹下水、傾下偈、上下網咯。間唔時要叫咩外賣，咪叫嚟食咯咁樣樣。真事嚟㗎，講俾你聽。真係可以帶隻嘢入去探下都得嘅喎，真係。咁好簡單啦、啊，假如你普華永道真係有個人要孭飛咁撚大鑊啊！啊、我覺得他已經去到個層面，就是判那個都判不到他了，即係使曬錢，誒、哎、入唔到罪㗎啦，罰下他算啦，咁樣樣使曬錢啦，啱啊，全部 settle 曬，嗱、啊，第時佢有嘢衰嘅時候，你就重新發落啦，全部錢夠夠俾㗎嘛，你估恒大流㗎，即係以佢咁嘅情況，歌舞團都揀最精英嘅喺度，仲話自己冇乜點樣樣睇過歌舞團，即係點啊？錢多撚到啲女都唔撚得閒用啊！佢唔係話我哋冇歌舞團，我冇乜參與歌舞團啊嗰樣嘢咁樣樣啊嚇，即係我嚟俾客睇嘅啫咁樣樣，咁㗎啲錢多到咁啱啊！一個成個體系已經過萬億嘅一個系統，借撚到穿撚曬窿，咁我啲錢反正都呃鳩嗰條戇鳩嘅俾我嘅，我話俾你等你幫我頂罪，容乜易啫？成件事就係咁安排啫嘛，你直頭係騙局啦，旁氏騙局啦，係咪先？恒大。而家個情況就穿煲啦，穿煲之後佢可能已經普華永道已經自己 settle 咗啦，可能佢過去咁多年又食又拎，搞完歌舞團仲有個紅包攞咗翻嚟，佢都攞個紅包搣開咗兩份，俾撚咗司法機構，嗱有咩事需到時睇撚住小弟啊咁樣樣啊，咁啊代代相傳，每一年都擺咗安家費，佢撚到今年喂點啊老細，得啦你入嚟坐啦，過嚟獄長室坐啊，屌你即係咁樣樣。好捻假噶成件事，大陆嗰啲系咪先？咁变咗个系统系咁捻回烂嘅时候，佢而家呢个咁嘅所谓判决叫咩？所谓明眼人就知道，哦明啦，成件事系咪先？你普通嘅民众系点啊？哦，佢抵捻死啦，佢扑街啦，咁样样，即系你系睇唔到噶嘛？即系你认真啲去谂，你嗰种嘅判决系唔 make sense 喎，其实系诈骗同埋有违你嘅专业操守，系严重影响你嘅职业 standard 嘅。唔只系诈骗啊，佢系好捻重罪，佢系同嗰个诈骗反而一捻样。系啊，大级嘅罪，因为佢系串谋诈骗啊。冇捻错啊，好捻大镬噶。诈骗啊，成件事你点都好，你攞个签名嘅出嚟制旗啦，最低限度系咪啊？啊，你下边嗰啲全部写嗰啲 report 同你签嗰个唔捻同就签名嗰个啦，下边写个 report 同你签名嗰个一样同啊成抽啦，系咪先？即系喂，我明明数捻到有十间楼嘅，上到去上面嗰个又签十间楼，但系十间楼系真嘅，签嘅十间楼系真嘅就唔捻使告啊嘛。我见得到十间楼上面嗰个签一百间楼，咪点啊？上面嗰个坐咯。如果大家我由开始温嗰阵时就已经写一百间楼，只系得十间楼，然之后咧上面嗰个签一百间楼。咁咪兩個一齊坐咯，係咪先？點解冇人要坐啊？咁即係你明啦，獄長室都唔使坐啦，有錢到係咪先？咁解咯。咁呢個啲受審咧係嗱我又講多拋下書包講少少啊。你香港咧所有嘅即係我哋叫受信審批啊，其實我哋啲大企咧，譬如話收銀機啊。長江啊咁樣咧，其實佢喺國際上咧有一個 credit rating， 即係話而家譬如 Standard Poor's， 即係話。穆迪啦，同標準普爾嗰啲啊，標準普爾嗰啲咧，其惠譽嗰啲咧，係有個 credit rating， 係俾翻呢啲公司，譬如話佢係咩 A 加、BB 加嗰啲咁嘅嘢嘅，其實咁然之後你對於呢啲咁嘅大企，佢出街去借錢嘅時候，就用個 rating 去同埋嗰個 collateral， 即係話嗰個押品去決定可以借到幾多。好啦，就係講好啦，然後翻嚟就講緊點解。在大陸那些機構很多都其實他們都嘗試想用即是穆迪的 rating， 但是用不到啊，為什麼呢？因為地區的行長和個鎮政府其實就已經決定了這一筆受信批定不批，他們兩個已經傾掂了，根本就不是用 credit rating 去證，整筆 app 總言之有人簽名我就批，
就唔係話經過一連串嘅去稱，哦呢、這個佢喺度值幾錢，誒幾時邊度值幾錢，當嘅 scenario， 好啦，根本就冇，根本就完全稱唔到，或者根本係用佢哋，我哋叫咩咧？用override 啊，即係用一個人肉嘅 override、就批咗佢啦，咁樣樣就咁嘅啫。冇錯，外邊嗰兩個人點咧？嗰兩個人就係大家去到恒大康舞團都擘開孖八，又襟兄弟，咁咪批咯。所以其實係成件事講緊係上有上邊呃，下邊有下邊呃，成份 report 根本就唔見得人咯。我可以話。好啦，最後講受害人啦。咁呃撚咗咁多錢，其實啲錢喺邊度嚟嘅咧？大家知唔知咧？其實就係呃撚咗銀行。銀行咯，係啊，銀行咯。同埋呃撚咗嗰啲買樓嘅人，而家爛尾嗰啲，好撚大鑊㗎。而家衰嘅買樓嘅人固然係收唔撚到樓啦，但係個問題銀行先係最撚大嘅一個黑洞嚟嘅。而家個問題就係、你話你啊，大陸啲銀行存撚咗100萬喺度，其實銀行裏邊係咪真係有100萬咁多錢俾撚翻你咧？如果個個都係 question mark 嚟㗎，因為你個恒大。你個資產負債表擴撚到咁撚大嘅時候，邊撚個輔助佢啊？就係、銀行。但銀行有冇收水咧？就一定會有啦、銀行一定有收水啦。屌，肯定唔係點樣樣。銀行收水就後期啦，佢下游嚟嘅啫。OK， 你要明白佢做呢個報告去俾銀行壓佢，或者喺個市場上邊，甚至喺香港股市上邊去做借貸嘅時候，全部都係阿普華領導幫佢做噶嘛。所以他們是上游來的，即第一陣收到錢回來的時候先找了那個即會計師的數先，所以代代平安的。而他這樣亂亂簽名，其實他是詐騙，他是沒有罪的，可以。是。對嗎？銀行想去訴告究誰啊？ 又不知道誰好、最後那個收不到樓的想去告，又想被人維權、即不是又被人打壓他維權那些，即那些什麼 城管啊，佢咩公安啊，又唔撚俾你上訪啊，又唔撚可以受口處搞事喎、即係成個事件係點啊？由上游嗰間公司啦、個會計啦、個地方政府啦，包括埋個政府啦，一齊去呃鳩啲銀行同埋呃鳩嗰啲全部，呃鳩銀行即係全部啦，呃埋嗰啲買樓嘅人，這個蛋咧拆唔撚到噶。但係而家呢個只係一個咩啊？暫時性去叫咩啊？舒緩一下個壓力。告诉大家听，我们有公道的，屌你九头闸 长年都摆在这里，不过不能是切你条筆，不能是切个华人賓州，切你啲普通小全户的賓州啫，九头闸时候所以现在就好像现在这样被人夾住啦，喂！一場香你頂住一陣先，咁樣嗱，夾住你嗱，而家頂多一陣，頂一陣，頂就得噶啦，得噶啦就得噶啦，咁樣有乜揾你嚟頂咯？係啊，明白明白，真係咁咯。好啊，嗱，最後幾分鐘講講少少嘢，就係結束今日嘅英倫 low 啲啦。大摩係嘛？大摩評估香港嘅一個嘅恆生指數會插到去12000點啊！咁啊，方志博點睇啊？你有啲文章寫咗出嚟係評論呢一樣嘅嘢喎。哦，系啊，咁咧就大摩咧就啱啱咧就吹起个摩笛，就话咧即系如果睇咧2025年咧最差嘅一个位咧就去到12000點嘅恒生指数，咁就佢吹奏嘅时候咧就啱就系我上个礼拜同大家讲买3067嗰个时间，冇错咯，系，咁大家就感觉到哇，到底边捻个魔力强少少咧咁样样啊，咁我暂时未有灯神呢个称号啊，所以咧。就我講3067咧，都會堅持嘅。咁我講一講阿大摩講呢個事件係點解咧？咁其實咧，大摩咧，佢咧其實係需要每一屆一段時間都寫啲報告出嚟嘅。咁咧就貨咩咧？就貨啲基金咧，就去依傍住咧佢嗰個文件咧去做一啲叫買入買出啊、換股啊，做一個文件嘅依據。好啦，咩基金啊？咪就係呢啲強積金咯。你咁樣第一時間你諗呢樣嘢先啦。另外就係各大嘅唔同嘅即係基金嘅公司裏面咧，咪揸緊住份報告去，即係好似人哋嗰啲 picking list 咁樣去買貨咁樣咯。好啦，咁大摩如果吹港股最差去到咁唔好嘅時候，咁代表乜嘢啊？就即係代表咧，就叫大家嗰啲基金佬咧就唔好再搶呢啲貨啦。第一，因為我哋都睇得唔係太好，咁咧就。咁咧就可以嘅話咧放啲出嚟添啦，咁樣樣。好，你聽完之後，咁點解佢要吹話唔好，即係叫人哋放啲貨出嚟，對邊個有好處啊？成件事，咁啊，梗係對於一啲咧就短期想做一啲炒賣投資嘅外資咧，
就有利嘅。我咁样评估。每当你睇到阿大摩吹奏嘅时候咧，佢越高越吹咧，就即系佢要出货。佢出货唔系出俾你散户啊，佢系俾嗰啲基金经理揸住呢个 picking list 咧，就买咗佢手头上面嗰啲货，就交俾你基金拥有。咁你啲基金拥有人，你咪濑嘢咯。咁佢每次都系咁噶，高位佢就话俾你听仲会高啲，低位佢话俾你听仲会低啲噶。因为低位嘅时候佢冇货啊嘛，佢需要买啲翻嚟卖俾你啊嘛，咁所以佢就会。讲呢啲咁嘅报告，同埋大大声讲嘅，呢个就系个原理嚟嘅。所以佢吹唔好嘅时候咧，大家就唔好，即系同阿成哥一样啦。差嘅时候唔好睇得更差，咁样就咁解。好，明白。咁大家都系若量力而为啦。阿高手有冇嘢补充啊？冇啦，都系嗰句啦。个市而家咁样样，就有啲钱就膨下身啦。嗰啲市唔系你哋玩嘅，有啲嘢就我就趋向保守啲咯。因为你而家咁嘅局势，第一会唔会突然间爆啲无谓嘢出嚟，令到突然间多咗啲变数咧？你控制唔到，因为嗰而家啲市系啲大户玩噶嘛。而家去到呢个位，系啦嗱，咁我就重申一次啦。我哋个情况咧就系、是。港匯咧就升翻少少，就即係港元貴過美金，見到啲錢一路開始滲緊入香港。咁第二咧就你要明白咧，中國就閪冧窮喺度窿噶啦。咁咧啊，好多大企業炒人喎，即係啱睇到好多嘅報道。啱啱 IBM 啊，即係你出街後咧 ，IBM 咧粒聲唔出炒撚咗1000人啊，叫佢哋你執包袱啦。嗰啲人講，鼎泰豐啊全面撤出北京喎，即係中國啊，係啦。咁你諗實體經濟差嘅時候咧，我哋 call 翻即係我哋嘅其中一個老朋友啦，陳煥仁講。總之嗰個系統越閪冧咧，個股價越要炒上去嘅，因為佢只能咁樣咧，先可以夾到啲短錢翻嚟咧，就叫咩啊，救下命。所以咧，而家個情況咧，反而大家就呈現咗啦嘛件事，所以咧反而就係睇有機會咧就係短炒升上。今次我唔係話嗱，從此以後咧香港就過住幸福愉快嘅生活咧，因為見底唔係，係因為今次有足夠嘅原因要去死貓彈，所以喺死貓彈呢下你可以買入去咁解咁樣咯。咁啊加埋就係即係大陸又要錢啦，又要 raise 錢啦，所以咧嗰啲科網咧就有機會咧就炒一轉上去。咁啊如我所預。掉啦，即系因为大家喺度同景个减息嘅气氛啊，又话腾讯又升上去啊，阿里巴巴有啲反应啊，就开始就系呢啲科网股唯一一个有故事嘅有 cash flow 嘅公司啊嘛，咁佢就可以讲下咯。咁大家今次咧买咗3067咧，唔好睇咁大贪，可能一两成你就已经够皮啊走得噶啦，咁样样咯。我而家暂时呢个礼拜嘅预测就系咁样样嘅。好，咁啊，点解大家可能会问啊？一路我攞你哋今次冇讲一个嘅习近平同阿施纪贤啊，工党大家丐帮倾下偈啊，咁样。咁我就觉得啦，即系作为一个英国嘅新任嘅首相，习近平咧迟忍咗成个月同佢倾咧，就已经好唔捻俾面噶啦。咁系咪有啲咩嘢傾撚到咧？咁啊，即系我哋都暫時喺一個太撚短嘅時間裏邊，冇辦法俾到一個嘅分析。亦都要睇翻阿施紀賢係咪真係會背慶盟友走去阿習嗰邊，就即係去拗錢，亦都係太早嘅一個地方去評論。只不過只可以講係一個正常嘅。喂，咁我新坐管嚟咗，同個冚家產另一個社團嘅人傾下偈。是正常不过的事，大家真的不需要特别太过分的解读的，我自己觉得是。是因为我们见不到他揽在一起和揸扒嘛。都未访问、啊、是吧，是啊，又没有说大家就是揼骨就是叫爸爸的嘛，是不是，没有错，是啊，所以暂时都看不到什么东西。那么司机言暂时也未有时间即考虑英国以外里面的一些问题，英国里面都有这么多千疮百孔的问题 要解决，你的现在骚乱应该就平息了一点了，没那么多麻烦的了嘛。静了一点了，即现在社会好像又是政府好像无人驾驶一样，继续即是好像没有什么的大的动作、啊、去告诉大家听换了新政府会有什么好处、啊、看不到咯。现在就一味一路吹紧话加税和cut那些津贴咯。是因为这个必然的啦，你选工党因为是永恒不变的定律。咁啊，亦都永恒不变嘅定律。当英超开锣嘅时候，大家就唔肯打交嘅，翻去睇波，打到第三场啦，唔通仲同你打咩？屌你老味，系咪先？系啊，咁所以而家都系静观其变啦。因为
最大的焦点就是睇紧俄乌战争可能会有一个转机嘅转机完结嘅转机啦，所以大家个焦点去咗嗰度嘅。因为当呢场仗真系完嘅时候咧，欧洲咧就可以去翻一个叫咩安稳再研究点样复苏嘅一个方向咯。咁同埋咧，全世界帮过啊乌克兰咧，即系肯定定大把 contract 入去就。即是帮手去復建的国家的。在这点我收手就咁资料，看看下个礼拜讲下咯。喂，你试下想下啦，而家呢刻你即系乌克兰真系叫长仗完咗啦，你入去净系买农地啊，我嚟种下小麦啊，你都会发达啦。冇错啊，佢急需外汇去兴建，嗰阵时你就整个乌克兰歌舞团啦，民族歌舞团啦，屌你老尾，仲使靠你啲恒大歌舞团咩？我又 waste， 你咁样大声，我又 waste 唔到钱啦。我老婆听喺耳里边，我本来系谂住即系心存呢个国家嘅大义，希望可以有一个民主嘅即系体制，可以得到我哋嘅资金啊嘛。佢冇谂到我哋就系助养小朋友啊嘛。好，喂，大咗，真系 sorry， 我唔应该太冲动，我下次会收敛啲，我要收敛啲，低调啲，低调啲。大家明嘅，多谢你，多谢你。继续以 MHK 乌克兰民族歌舞团佢以一个嘅梦想去进发。我下集我罢工嘅你害捻到我冇投资嘅。喂，好啊，各位，你哋做咗太耐时间，要休息啦，你哋。OK， 好，拜拜，拜拜，系。